这个就是四个城市呢都会有的惯例，那么也是一个算是跟当地的领导会面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一次呢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包含这个韩国瑜市长他会见的对象有这个厦门市的市委书记胡昌生，以及呢就是呢我们前几天呢都有在报道这个庄稼汉，也就是厦门市的市长，同时也是厦门市的市委副书记。那么这个庄稼汉其实非常特别，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能够见到韩国瑜的话呢他是庄稼汉，那么跟这个看起来的状况这个台湾的这个念法念起来就很像是这个曾卡郎啦，所以他是种菜的，韩国瑜是卖菜的，所以说这个卖菜的碰上种菜的，那么可以产销一体，那么这也是相当有话题。那么现在呢韩国瑜市长已经进到了会见的场合当中，而且正在呢跟所有来自厦门的相关的官员还有企业代表来一一的握手致意。透过镜头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现场状况。这个韩国瑜市长还有叶匡时副市长以及呢这个厦门市的市委书记还有厦门市的市长呢现在正要准备进行四个人的合影，而且要握手留下这历史性的一刻。现在其实坐在这个韩国瑜市长左手边的这位呢就是市委书记胡昌生，而在胡昌生旁边的这位呢就是厦门市的市长，也就是要跟韩国瑜种菜郎见卖菜郎的庄稼汉。我们非常高兴这个在这春暖花开，春意盎然的时节，我们还是要一起祝你下午好。这个在这里，我跟嘉汉市长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李伟国省长，这个我们的唐丹杰省长，也代表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以及411万的热情好客的厦门乡亲，对韩市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致以诚挚的问候。这个厦门和我们高雄啊紧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那么我们的语言相通，这个闽南也是我们的乡音，而且我们这个血缘相近，我们很多高雄的乡亲的祖辈啊，可是先祖啊是从我们厦门、漳州还有泉州到我们的台湾。我们两座城市啊都是港口城市，应该说都是以港立市，都是因海而生也向海而兴，正是这样子啊，我们两座城市的人民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
这个精神特质啊，用闽南话说的是暗呀加一呀，就是感情才会啊，爱表现一样，对，爱表现，正是这样的敢拼的精神，我们两市的人民为我们两市创造了很多发展的奇迹。那么在这里头啊，我们这个因为习俗文化相通，因为我们之间的气候环境相似，乃至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所以许多台湾同胞啊，就把厦门呢、当作到大陆的第一站。目前在厦门的台湾同胞有12万，是，有不少高雄的朋友，我认识不少。哦，回头我们两个，回头慢慢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是，哎，都是成功人士，在厦门的时候，即是你的粉丝，书记认识的比我还多。这个应该说，我们这些台湾同胞啊，在这个地方创新创业，工作生活得很幸福。从年轻的时候来谈恋爱、结婚，之后成家，真正的我们说的两岸一家亲呢、在我们厦门有很多佳话，也有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在这里头，我想要跟韩市长讲的是，我们两市的合作，这个应该说有着良好的基础。这个高雄是大陆的商品集散地，同时我们厦门是台湾的商品集散地。在经贸合作上，我们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怎么有你呢？这个我们高雄港在去年向大陆这个运的水果是5.5万吨，其中有4.4万吨是从我们厦门港登陆的，占到80%。还有的话呢，水产品的话呢，高雄港到运到大陆的水产品是12.9万吨，其中从我们厦门港登陆的是5.9万吨，占到46%。在这里头也跟我们各位嘉宾报告一下。在整个台湾的水果、台湾的食品、台湾的酒类的进口量，厦门历来是稳居全国第一，进口量稳居第一，酒类，对。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两岸的同胞的交往交流，和我们的游客到台湾，我们这个地方的量，从厦门这个口岸找的台湾同胞进出的和我们的大陆游客，占到全国的1/4。所以这个合作的基础啊，非常的好。韩市长这一次来啊，我们对厦门和高雄的合作充满信心。我觉得可以用个词，前景无限，也可以用一句老话，天时地利人和。当前呢，我们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峡两岸积极探索海峡两岸如何发展的新路这样的指示要求。那么在这里头啊，我跟市长研究啊，我们重点呢、在4个字上去实现下功夫，去实现突破。就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我们想在这个新字上下功夫。这个新就是特区要担当起先行先试推进两岸交融合作的先行先试，对吧？真正的建设
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开拓创新新。第二个是啊，我们在努力推进实质，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台办，我们你看这是大领导来了，这个我们陕台办的主任对吧哈，他们制定的会台政策，还有我们厦门自己的会台的政策，落实落细实，真正的像服务我们内地的老百姓一样一视同仁，造福台湾同胞和台企。那么的话呢，这个我们还在通字上做文章，通就是硬通近通，难通快通，提升经贸合作的经贸合作这个真正的对吧畅通。你看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畅通起来，那么基础设施的联通对吧，南源资源的互通，行业标准的共同，在通字上下功夫，同时我们在融字上下功夫。这个融就是推进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现在的省委书记俞伟国先生，他原来是厦门的书记，他为了和两岸的经济发展呢呕心沥血，提出了一中心一区三中心，我们正在按这个要求继续把它推好，对吧？那么加大文化交流的力度，加强人员的往来，真正的使得两岸人民啊感情融合，心灵契合，真正的让厦门成为我们台胞台企担入的第一家园。所以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正在做这些事儿。前不久我认识了很，我这段时间认识的企业家很大部分的台湾同胞，台湾企业家。目前韩市长跟市委书记见面的最新的现场，带您来直击。介绍也实在也比较多，也还有一些议员，我现在好不好？我们议员同仁先站起来，因为我们看胡书记还有这个厦门还没有看清楚。我们来了16左右。议员同仁，对，还有民政处长，还有很辛苦的新闻界的所有的女士先生。刚才胡书记讲完，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激动，没想到对我们不管是高雄的研究，还有对我个人的研究，还有台湾未来跟这个尤其我们高雄跟厦门之间的互动，真的下了功夫。一个书记来讲是日理万机啊，事情这么繁忙，还能够花这么多心思来研究，我真的是不好意思，非常感谢。1988年，第一次我来到厦门，然后从深圳来到厦门，大概跟几位企业界的朋友，那时候他们厦门要开放嘛，他们想来投资，我就跟着一起来。到了温泉路，看到上温泉跟下温泉，这个30多年前这个晚上昏黄的夜灯，这个凹凸不平的这个道路啊，然后非常单调的夜景，然后到了晚上可以是万籁聚集啊，就根本没有什么车流人流。一眨眼30多年过去了，今天在厦门，哇，真的是吓一跳，丑小鸭变天鹅了，哈哈，花园城市，30年的沧海桑田啊，这个变化是真的是巨大，这真的事在人为啊，这个城市整个变了，真的是变了。当然也为厦门市所有的市民朋友高兴，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那将近2年前又办了金砖五国的会议，我相信已经享誉啊，中外厦门的整个建设。那陈鹏书记讲了，厦门跟高雄的人民都是非常热情，那我们高雄是非常的热情。那其实不光是饮食文化血缘，我一直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宗教，那宗教信仰都一样。我们厦门居民拜妈祖，我们台湾民众拜妈祖，
拜玄天上帝，我们台湾民众也拜玄天上帝，拜观世音菩萨，我们台湾民众也拜观世音菩萨，就很多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所以时常刚才讲了一句话，我们司仪小姐讲了一句话，说很多台湾同胞踏进了厦门，就感觉到回到家的感觉，这个是感觉是很亲密的，而这种感觉是很难去笔墨形容，也没有办法用物质去衡量它，就是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厦门跟高雄一定有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交流可以去做，也绝对不是仅限于农产品或水产品，对，甚至将来扩大了青年的交流、体育、文化，甚至还有各种宗教，应该很多是全面都可以交流。我觉得有很多，我们这次团出来，从第一站香港开始就被众目睽睽啊，很多人对我们这个团特别关切。其实我们心里很坦荡，非常坦荡，我们出来就是帮高雄市寻找商机，看可不可以赚钱做生意，第二个更重要，能不能交到朋友。对，这一切坦荡之下又抱着热切的心，所以我们觉得这一趟不是光简单的说单纯的签签约，我们所有跟我们来往的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高雄人，那我们也希望高雄这个团体之外，我们高雄市民也能够接纳五湖四海各路来的好朋友。高雄市一定要走向海洋，走向未来，走向开放，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所以我觉得我们抱持了这样的一个心情，也感谢厦门市很多好朋友给了我们很多贸易的机会，那么未来也相信在旅游这一块也一定有更多互相有来有往的或者各种合作，我们一定继续开心高雄。